我真的突然的无言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其实想说我就直接挂在组成就好了，但是我现在就是还没事实等，我是想要把交易所开起来，把交易系统开起来，我就要在组成晃了。但重点就是我现在连交易系统都还没出，我真的很难这样啊。那现在我就要赶快把交易系统解开。我跟你们讲一下，药水有分哦。你用超级药水，它是不会自动帮你补的。你不要那边吵。药水尽量200个药水。好。有看到线管了吧？我就不讲了。哎，那自己走去呢？啊，可是天堂爱免费哎，算了啦。要花我8000金币，你是当我是盘子是不是？哎 8000金币很贵呢，我们打一只小怪才多少钱啊？嘻嘻。那其实哈，我觉得它原厂直营就是，它原厂直营就是韩国的玩家一堆啊，啊，像你们天堂 N 就是一大堆有中文名字的嘛，你看，我马上在跟他讲，啊是啊，我就重点是还没讲啊。叫哪里啊？说了哟，太激动了，干嘛这么激动？欸，不是啊，这不是新增一个东西吗？对，这影像也是新的欸，应该是吧。我现在就为了这个系统，这个系统出来我就要挂，我就要去大厅看你们的装备了。对啊，哎呦，10万块呢！所以我就查迄个所在，我到底毕业啊？哦，要40等好难哦。